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圆圆哦。现在是晚上的6:30哦，现在已经下了班哦。现在来这个南门市场这边买东西哦，因为我岳母有时候过来买这个芋泥八宝饭跟那个松糕，所以我今天来这边买点东西。现在大家看一下南门市场里面都卖什么，因为现在过年了，这里面有卖很多年货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办年货。大家看一下南门市场。就是卖一堆干货，芒果干，各位网友有兴趣吗？我最常去卖春联的，卖很多。这是快车肉干，卖肉干的，好像也蛮有名的。这也是快车肉干。我要糖果，好，五块一样，这就是快车肉干，3包100。我是要来这边买核心的，这是核心的，看一下。你要松糕吗？不要买，我买芝麻豆沙，还不错。这叫松糕，看一下。芝麻馅豆沙馅的。这是外皮，外皮，它那些是芝麻。好像卖蛮多东西的，有卖粽子，有卖，还有卖包子，反正就是糕点类、点心类的东西啊。那个有吗？那叫什么？那个？这是汤圆。不是，我要买那个叫什么？芋泥八宝。哦，有啊，芋泥八宝。你要小的、大的，小的120，大的300。大的2个好了。芋泥八宝对不对？有啊、哦。有。2个。这个。对。它这个爆开了。我哪有盖好的？2个，还有吗？是吗？确定好是芋泥八宝对不对？对啊。OK， 然后我再一个松糕好了。你松糕什么口味？就买一盒这样。一盒吗？一盒综合的，综合250。哦，综合的。一盒综合的。已经包好了。对，已经包好了。它是3种豆沙，然后3个芝麻，对，综合的都帮你配好了。OK， 好啊。对，就这样。这样是芋泥八宝吗？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这样总共是850。好。帮我装起来。好。是啊。好，已经买到了，在这边带，在这边逛一下。在卖什么？卖粽子，福州粽，这种脏脏的粽子。之前也会吃这种。我要南部粽。
买也是干货。对，是卖粽子。水果。我对象好像有用名，叫什么异香斋。我是卖一些熟食啊，就是直接吃的年菜之类的。对，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。好好快鱼了，慢了，快点心了。也是一堆包子，包子类的。泡热水啊，泡房间。啊，这些干货，没什么南北杂货。哦，差不多，随便大家快逛一下，散人了。这家是火腿。香肠类，火腿公，上海火腿，这家是这也是卖干货，杭州商店，干货一堆。这玩意有兴趣吗？干货。这是买金龙太肉松了，三百克差不多这样。你如果说这种薄的话，薄的三百克就是这样。啊，600克这么厚，这么少。就是看你的清蒸油压秤，现在买现在买的再买都没有关系，都是接触的，没有咸的，那是原味的，比当零食吃的。哦，对。然后就可以放进去。不可以零称，不一定买到半斤或一斤。OK， 对。